找不着你了。有人孩子，人爹妈村儿孩子，你说我听着不听着？嗯，听着不能言语。哎，你说生气，你看为什么我夏天老在这儿待着？有人爹妈管孩子，嗯，听不惯，嗯，老家听不惯，他护着。对，就像我这叫人护着，对，护着。大家好，我是北平秋天的美好。豆哥退休之后最关心的一件事儿就是住房问题。今天呢，和他聊一聊这一片腾退的有关话题。他们说今年吗？今年有信儿？有信儿，今年有信儿。为什么主要天桥呢？哦，天桥呢，报耳朵灯了。又对，今年反正是要动大动作，我是知道的。去年是东边，马路东边，嗯，走了有100多户了。马路东边，这洗澡市呢？哦，哎，马路那边走了100多户了，所以该咱们这个在这边了。对，整个俩区嘛，同时弄。嗯，你看电视里说来的，嗯，说俩区同时弄。那你这合适？去哪儿？好，去哪儿咱不大清楚，好像是东边是的团河。哦，团河这不近啊？团河团河哪儿啊？都是那儿，东五环。东国币那个。监狱，挨着。少管所啊，对，挨着。嗯，团河。好像咱西城那边，好像听他们说，好像咱西城好像是应该是房山那边吧，是吧？就原来这边走的时候不公务庄嘛，那多好啊，嗯，四环边上，现在都得五环跟五环之间，有政策了吗？对，我们那边那个，起码得我们家五口人，嗯，最起码给我一孙子，哦，不疼不痒，哦，不是，是说您的孩子的户口在您这个都在这儿啊，在这个一个上头吗？对，哦哦，我们五口都在84号，都在84号。那这个这是我们大爷的，哦，大爷的，就借用，哦，借用，哥们之间不错，哦，大爷有房咱借用，哦，怎么什么我没房没地儿，我，嗯，那84号那个他有多大呀？16米多，哦，能弄一个三居，那挺好的，就撑死的。户口分配，你得必须常住人。过完了退休，看看跟他们聊聊他妈的房子事儿吧。嗯，跟政府的。对，咱们关键一什么问题？屋小，一个你给我三居室，我住不了。为什么？吃饭没有。碰锅沿的。锅沿的时候，你说是矛盾。讲话政府讲话和谐社会，他和谐不了，是不是？人家，比如说孩子，人爹妈村孩子。你说我听着不听着，范爷爷，听着不能言语。哎，你说生气，我瞅着他有人跟他嚷嚷啊。嗯，你说是吧？我说孩子嚷什么？哎，小孙子是不是对你特别好？我跟他奶奶吵，隔辈儿都亲，隔辈儿亲，没法儿的。那个他奶奶是要星星不给月亮。嗯，我也是要星星不给月亮。嗯，买什么？爷爷，回家我去拿去。嗯，您那小孙子看着就挺让人喜欢的，真的，白白净净的。得了，帮着他们，咱们老两口退休了，帮帮他。是，咱不是说帮不了别大忙了，帮点小忙，帮点小的。嗯，回来下班能吃点热饭热午就得了。嗯，要不老了小两口回来还得撅着眼子，哎，还得做饭。对，6点钟下班，7点钟到家。嗯，您再买菜带我，是不是啊？是，这人回来了，哎。一吃有热乎乎的，一吃一抹嘴走人了。嗯，这多好啊！多好啊！哎，你是不是啊？要不这你这早上起来，你得带弄孩子学习弄我，你多麻烦。嗯，对。好，我过来人，我说的挺对的。我赶对这样的话呢，大家都高兴啊，是不是？在一块相处，老百姓什么叫老百姓？这叫老百姓的生活。嗯，这叫生活，谁也不比。嗯，他就比自己个人，像我就比我自己，我谁任何人不比。嗯，是。是不是、啊、我吃过头吃我爱想我爱吃我就吃我爱吃吗吃吗、啊、这楼房待着没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反正我们就惯了从小上都到这从小都待惯了是对过去啊最起码有个玩的气小时候玩、玩哪舞有个乐都老街坊了我现在哪有啊、你说哪来这地儿还能走130了打卡车了、有住楼房有楼房的好住平房有平房的对你看住楼房我这就门口能玩会儿你说要是你们走远了找不着你了那肯定不可能还得去房山是吧对房山这大概齐住这方向人老百姓这儿你给我宽着点舒服点得了、得了
不过您这也退休，就我就是憋这个嘛，等着享受后半生吧。对对，没再没有别的盼头，就盼着那个拆迁那房子，哎，合适，对不对？对，合适合适就行了。别耗着，耗着越耗越麻烦，越耗越远，知道吗？这一个院走，对。他那会儿的政策是整院腾退，对，后来改了，窗户外的，在外这窗户都在外头也可以走，对，街边上的可以走。你要不老子早走了，嗯，咱说实话，走不早走了，谁乐意在这待着？嗯，哎，这次可能不是他了，是金融街的，金融街听他们说，金融街那是有钱的地儿，也大致是政府。这个如果腾退完之后，这一片怎么着还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好像听说是好像，反正原封原盖吧。就比如说这一个院改成四合院，嗯，我听他们这瞎聊啊，都改成四合院，嗯，有不走的，有你去到那个过去。哦，平移，那叫平移，平移，平移。祝愿豆哥能实现他这个小愿望，腾退之后呢，住到了宽敞明亮的楼房里。只是呢，再见到他就不那么方便了。我们得要去房山了，感谢您的点赞关注，下期再见吧。